产量高吧？这个呀、真的不是我摆上去的。哥哥姐姐，我现摘一个打开给你看看。这个呢是今年的新品种，叫博洋九号甜瓜，外面裹上锡纸呢是要给它做到物理防虫防害的，这样老人小孩吃的呀更加的健康有营养，每一个都是比黄瓜脆比榴莲还要香甜，你要喜欢的话价格很便宜的，带一箱尝尝吧。